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涂学习。针对那个悟空提问，有人问说，玩什么科技产品会暴露自己的年龄？我记得以前玩过一种游戏机，游戏它是要插卡带的，红色游戏机。熊想不起来它叫什么名字了。要玩什么游戏就换一款卡带那个游戏。我以前最喜欢玩棒球游戏跟赛车游戏啊。太久了，还是我老了想不起来，真的想不起来了。红色游戏机插卡那种，哎呀，你们知道吗？告诉我，我忘了，我真的想不起来，我只记得是，我年轻的时候玩过，不过那真的好几十年了，真的老了。我是朱先生，欢迎按赞、分享还有关注哦。